加拿大与美国彼此相邻，画风却很不一样。全世界都爱加拿大，那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景，还有幽默谦虚的人。下面是19个爱上加拿大的原因，看过后你也许会喜欢上这个萌萌的国家。一、-40摄氏度，挺冷的，对吧？有一点冷。-30摄氏度，天气不错啊。-20摄氏度，真是个好天气。-10摄氏度，这就是初夏的感觉吧。二、加拿大的涂鸦，祝你今天过得愉快。三、在加拿大，不小心把咖啡洒出来是个坏兆头。四、加拿大有很多美丽的东西，护照就是其中之一。五、加拿大总理 Justin Trudeau 喜欢穿有趣的袜子。六、我的邻居实在等不及春天到来了。七、加拿大的2元硬币是夜光的。八、驼鹿就是加拿大的 Uber。九、朋友在加拿大丢了钱包，有人给他送了回来，还给了他一个纪念品。十、人们给加拿大电台提意见后，拿到了2元硬币奖励。11、在加拿大，喝醉后你会被免费送回家。12、曲棍球棒还能这样用。13、加拿大人很懂礼貌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首先说对不起。14、加拿大的麦当劳中有龙虾大麦克。15、在低重力的环境中，腰围会缩小，哈德松湾的重力比世界其他地方低得多。16、曲棍球棒也很危险哦。17、在加拿大。11,000多名邮局工作人员会回复每一封写给圣诞老人的信。18、狗狗走丢的话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他现在和我们一起生活。别忙了，也别打电话。19、你很棒。有你的世界更精彩。